有请澳港始山健堂国术健身会，有请。由澳门中区南区工商联会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旅游局及澳门工联体育委员会合办的诗艺武术赏识晚会的，咁首先就是邀请我哋嘅导赏嘅师傅啦，就系袁爱武师傅同埋潘敬文师傅嘅。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啊！咁啊，天气已经凉咗啲啦，系嘛？咁啊，睇见大家个个都着翻件衫啊，小朋友都系啊，
有啲乜嘢啊？著多件衫啊，穩陣啲，係嘛？啊，咁啊，我哋嘅詩藝賞識晚會咧，十一月份嘅節目咧，今日亦都係開始啦，係嘛？咁啊，頭先好似之前都講下啲打锣打鼓喎、哦。係，冇錯，係啊。嗱，因為其實咧喺舞獅裏面咧，南方獅裏面咧有兩大部分，一部分咧就係鼓樂，一部分咧就係舞獅。咁啊，鼓樂方面咧，鼓樂方面有乜嘢咧？有锣啦，有鼓啦，有镲啦。咁啊，俗稱口訣咩咧？打鼓要望，打锣要按。打叉就要放，冇錯。咁啊，你係行家啦，你啊解釋一下俾啲街坊聽下，或者朋友聽下啦。嗱，打鼓要望咧，你必須要同嗰個醒獅咧，嗰、那個默契要夠。如果你耷低個頭嗰陣時咧，嗰只獅跳舞咧，你都睇唔到咧，變咗你嗰個曲咧就冇辦法同獅嘅表情咧去吻合啦。咁嗰個表演咧就一定係唔精彩嘅。尤其如果係行街獅咧，就仲加乜嘢啦？因為其實咧，如果係沿途彩青咧，因為彩青你知道啦，每一個陣式又唔同，每個人擺嗰啲感覺出嚟嘅啊道具又唔相同，個時間又唔相同。如果行街獅一定要睇到實嘅，只獅冇乜嘢咧，個鼓就跟住變化。係啦。咁啊，但係如果裝陣比賽咧，就開始有啲唔同啦，好似播音樂咁咯，咁上下都仲得啦。不過個鼓手咧一定要啊眼觀四面啊耳聽八方，一路睇住個運動員有啲乜嘢就執生啦。係啦，生唔生啊靠佢。係啦，如果唔係啊，個彭師舞得好犀利嘅，你仲喺度揼揼揼揼揼好慢咁就唔得啦。冇錯冇錯。打鑼就要按啦。係啦，因為食嗰個音啦，噹噹咁樣食嗰個音啦，嗰、那個點位嚟㗎嗰個鑼係。係啦，咁啊就唔怕散啦，唔怕聽。咁啊查啦，因為咧銅鑼咧個聲咧就好響嘅，冇錯啦，好響咧要打落去咧要入個位個節拍就要嘛，放咧。打叉就要放啦，打生噶啦，撐撐撐撐，係啦，阿趙師傅都知啦，一路吹落撐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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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係嘛？甚至乎做啲花盤添，啊，增加個視覺效果。好啦，咁啊，橫掂都係講多兩句啦，跟住啊舞獅咯喎，嗱舞獅其實咧就分開兩樣，頭先講咗一個鑼鼓鏟要夾啦，獅頭獅尾要夾啦，係咪啊？锣鼓镲同獅又要教咯喎，咁啊通過啲動作裡面咧就表現咗佢神髓啦。一般嘅神髓就動靜驚而醉睡醒，咁佢有陣時有啲驚啊，有啲震腳啊，有陣時歡喜啊，有陣時發即係話揚威啊咁樣啦，好嘛？好，咁或者唔阻大家觀眾咁耐時間啦，係嘛？第一個節目係由羅亮體育總會表演嘅，準備好未？準備好啦嚇，好。準備好啦，因為今日你哋喜事重重啊！今日誒取新抱係嘛？羅亮取新抱啊！羅亮嗰啲弟子取新抱，跟住咧就搞完之後就要去飲啦，去飲係嘛？搞掂係咪？係嘛？好，有請師爺播一次望啊！好，唔該曬兩位師傅。跟住落嚟咧，係由澳門羅亮體育總會為大家表演嘅醒獅彩青嘅裝陣，名稱咧係井底青。表演者包括咗有馮俊傑、劉廣龍、姚家樂等等嘅，有請。準備。好似啊！
辛苦，不過啲佢冇我哋咁辛苦，佢腰都係我哋嘅樣。佢好辛苦，腰都咁低嘅。係啊。好興奮啊！依家佢。